喜欢笑容甜蜜，更要喜欢真心真意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AKB48 Team SH 的四期生曾毅，我来自四川，你也可以叫我洞洞，爱好是唱歌、跳舞和表演，心情就是很开心，然后觉得很幸福，也想快点努力，然后快点站到舞台上。我想就是对自己说，你要加油，然后赶紧站上舞台。越来越好，不要懒惰，不要有拖延症，一定要努力谦逊。谢谢。一加一等于全家益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对你一心一意的 AKB48 Team SH 四期生陈佳益，大家可以叫我佳一。很开心，很幸福，也很激动，因为觉得自己非常的幸运嘛，能够加入到 AKB 这个大家庭里面。目标的话就是比较近期的，就是想要自己努力，然后能够站上公演的舞台。然后比较远大一点的话，就比较意识流，希望做一个能够给人温暖的偶像。未来就是现在，抓住了现在就是抓住了未来，全家一加油！希望不小的阳光也可以温暖你。大家好，我是 AKB48 Team SH 的四期生王小杨，大家可以叫我小杨。我现在的心情就是，首先就是特别的开心，也特别的激动，然后就是稍微会有一点点小紧张，因为第一次见到这么多的小伙伴们，还有前辈们和老师们，但是也是特别的开心。我近期的目标就是好好跳舞，好好训练，然后争取早日可以上公演，可以和粉丝们见面。然后长期目标的话，就是争取可以做一个跳舞跳得特别好的人。就是小羊冲呀！平凡的世界遇见不平凡的你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AKB48 Team SH 的四期生吴凡，大家也可以叫凡凡。很激动，很开心，因为能够被认可来到这里，是我一直以来就是终于完成了做偶像的梦想，所以很开心能够被认可，也希望能够大家支持我。对未来决心的话，在做自己的前提下，能够努力拼搏，让自己成为更好的自己，也希望能够早日上公演，能够把自己的能力展现给大家。希望我可以成为全能的偶像，我希望也可以在大家支持我的前提下，也不忘支持自己，我们一起共同努力冲呀。谢谢大家。橙子树上橙子果，橙子树下你和我。大家好，我是 AKB48 Team SH 四期生朱景晨。从长期训练生到成为四期生，大概过去了四个月的样子。终于在出披露的时候有成为小偶像的实感了，是前所未有的激动和兴奋呢。这段时间有在参加相关的排练跟训练，也开始真正的感受到偶像生活。也会继续努力和加油的。从短期来看的话，就是尽快的站上研修生缩略图公演的舞台，成为公演的常驻成员。晨晨，能成为四期生是你人生最大最大的幸运，未来也要继续加油呀！闯进你的心，点亮你的笑，吴梦岭，大家跟我一起喊呀吼！大家好，我是 AKB48 Team SH 的四期生张雨林，来自北京，今年15周岁。谢谢大家。刚刚来到这里之后，跟大家生活在一起，感觉很开心，身边多了很多朋友。短期的目标就是希望可以早日登上公演的舞台，我会努力的。希望我可以变得更加坚强，更加强大，